拿到在小盲位拿到了 AK。那他有加注到38000，对，正正好好是一个三倍，少1000。那这边我们看见大盲位 David Peters 也拿了一手不错的牌，1对6。那他在这边筹码量的情况下，应该是做7牌或者打个 all in。这里他很难再跟了，除非是直接4bet all in。目前的盲注是6000，但是40个BB 的话，66显得有点边缘。啊，他选择 all in。那这里 AK 是得跟了，对，做一个55开的 flip。这里我大盲位拿到66，我也会 shove all in 的，虽然40个BB 的确有点多。我大量的人，我难过。哦，我们可以看到 flop 就一张 K。目前他还有啊，那就直接 GG。我们看见 David Peters 不幸在这比赛里淘汰了，那暂时我们是现场还剩40位玩家。在五人桌，一手大盲位的66面对后置位的Open 小盲位的 3B， 这手66的牌力的确是支持在这个 BB 量是选择大光的。那这 David Peters 也会考虑一下在8成加注的玩家，也是 Ivan 6，那也是比较凶松的玩家。好，目前我们的比赛直播桌是来到一张4人桌。4人桌的情况下，后手筹码有22万5000。这手 UTG 是可以玩的。1对2，选择加注13000。Always bust and shift it across there. Fine. Maybe stupid.How much do you have? Like, 230. 230. This is why I chose to follow.这边 Soiza 过牌，然后看见 William 应该在这个面上会做一个 C-bet。 我这里的尺码会打14000，我会做一个13000到14000的 C-bet， 看一看他做多少。11000少了1/3的 pot。 对的，
关于 flop 的番前加注者的 c bet 尺寸，在目前的流行趋势下，一般在干燥面的下注是25%到30%，1/4到1/3都是一个合理的尺寸。在湿润面，你可以考虑分化。在湿润面的 C bet 尺寸，在各个玩家的眼里可能会略有一些不同。有些人会选择是利用30%和85%两个尺寸的平衡体系，另外一些玩家会可能会选择线性的50%到65%。看见这边 Flink 在庄位做了一个跟注6000，然后 Soiza 应该也是小盲位跟注进来。这边 Chin Wei Lim 大盲位 A2 的牌有加注，那这样让 Flink 把他的 K8 弃走了。不是，是已经达到了开牌。哦，是吗？对，在没有显示出来。对，在番前是 check。哦 ，OK。我们已经把 flop 发出来了。有谁应该玩不玩？不好意思，这边好像屏幕显示的有一点延迟。不过问题不大。那目前的比赛不知道是屏幕上并没有显示有多少买入以及剩余存活玩家。因为这张桌子目前是4人桌，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人数的调整问题。因为如果一般性啊，现在可以看到目前是有68手买入，然后还存余的玩家是43人。这是传奇扑克2019年济州岛站高额豪客赛第三场比赛 No Limit Hold'em 6 Max 50K 港币买入的 Day One。由我和 Selina 目前为大家带来解说。那我们这边看见 Ivan 六在面对 Soiza Button 的加注，选择用圈勾的牌推了个 All In， 那 Soiza 就弃牌了。这里在庄位拿到了圈二同色，啊，没有遭遇任何的抵抗。在短桌，玩家们的番前激进度将会更加的强。Just double checking. No double check. Can I count quietly then? Okay. UTG 位置选择放弃75杂色。枪口之后马上就是 dealer 位，加注13000。这是一个 mini race，
看见这边大毛的 Soiza 拿到 A4， 我们看得见这两手牌评分的几率非常高，几乎有50%，因为大家的 Kicker 都很小。那这边我们开出来是 K 勾五的面，这手牌你觉得啊？不用觉得了，这艾文一定会下注。你会问不会？艾文会不会下注？100%，艾文下注。我问的是这手牌，你觉得这两个玩家谁会赢下底池？我觉得这样 C bet 的话，应该很多玩家就 A 四弃了吧？但是我有这边有看见 Soiza 选择跟注，那他应该是觉得有可能在这个面上，艾文是有很多牌在买。或者做一个 C bet， 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转牌击中了一对四。我是觉得，如果在两位玩家都没有击中的情况下，我是倾向于六会拿下这个底池。对啊，他有位置啊。对。我好像是问了一个很占你便宜的问题。就赌100次的话，我都会赌第六位玩家。那他也是我们 preflop 的 aggressor， 对，所以即使他击中了一个底对四，他依然丢掉了这个底池，这就是位置的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每一个优秀的牌手，你都必须要去学会如何在你拥有有利位置的时候，游戏一个大的底池，去对你的对手进行更多的压迫和剥削。I don't think so. I have a 250. Maybe slightly less. 我的师傅在刚刚教我打牌的时候，他并没有教我很多很细的技巧。More than something. 但他给我指导的方向就是，尽量在后置位多玩手牌。在前置位你只要不输太多就可以了，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在前置位不要输太多，就是这么简单。那这里我们看见 Flink 在 dealer 位加注到12000的积分牌，用 K5， Soiza 小盲位选择用 K9 跟注。在四人桌 K9 是一手非常强的牌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玩家是都击中了中对 K。 那暂时我没有看见 Chinwin Lim 在这边，对，到底是什么手牌。三位玩家都选择国牌，非常的稳健。那这边 Soiza 继续国牌，这里千威令选择下注。我们看到好像 Flink 是已经弃掉了他的 K5。 继续选择防守。啊，那 River 的一张 K， 所以在这里选择 check， 隐藏了一定的牌力。看不到 BB 位玩家千威令的底牌，但是目前来看他应该是落后于 Soiza
他这里选择继续下注，一个45000的注码。Same my name, your side. Yeah. Not good.来看一下他这里如何抉择，是会选择 check call 还是 check raise？ 在对手的后手只剩下184000的情况下 ，135， 他选择 check raise。135。135选择 raise 到135000，是一个比较好的尺度。他给了对手一个非常边缘的赔率。陈维林现在是在考虑，那他我觉得他这里应该是拿到了强 A， 可能是 A10 A9。他选择起牌。Check back, okay. Okay, check back, okay. Five player check back, okay. Don't simply bet, ah. Check raise your ass. Lesson number one. Never bluff a tight pull. don't bluff a luck box. Everything is a hit. Is ten is jack possible? Is ten is jack no? 好，我们可以看到 Flink 现在在枪口位拿到了八九杂色。No, I guess no. Is ten is jack then. 选择弃牌。What do you have? I mean, the king. I don't believe. Huh? I don't believe. Well, you can check the stream. Why would I lie now? 啊，在庄位的 Soiza 拿到了 K 圈杂色，这是一手非常强大的牌，在四人短桌的情况下，几乎可以说是 top range。我们可以看到牌手对于桌上玩家数量的多寡，需要对自己牌力手里的牌力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九人桌、六人桌、四人桌 ，K 圈这手牌，它的牌力都有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现。我可以看到，好，我们看到这 Ivan 拿一个八九杂色做了一个 squeeze， 对，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挤压。这边 King Queen 应该还是会 defend 的，这里是必然要 defend。这手牌太强了，果然他直接是选择 all in。所以在他有跟我聊过，他的 King Queen 是他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牌，就像 UTG shove 假设十个 big blind， 他的 King Queen 在 button 就会梗，十个十二个这样，十个吗？我是会盖掉啊，我会跟七到八个。Blind， 我会跟七到八个。对，但是 UTG 的 all in 十个，我可能不跟，我的 King 对啊，我不会跟他就因为呢，我之前我们有跟他聊的，我跟小皮不跟，然后他会跟，他的 King Queen 打得很硬啊，真的硬哦。对，因为看到四 B all in 啊。对啊，对啊。
那其实数学上、啊、好像是面对 UTG 好像是不能跟的、欸。好像是不能跟，应该是不能跟的、啊，应该是不能跟的。那他说的是九人桌还是六人桌？九人桌啊，九人桌，我好像比较确定的是数学上跟注好像是负EV的。如果是跟注，应该是不能跟。对，所以说他个人选择把这个牌打得硬一点了。哇，那这 UTG 就是其实就是 low hijack， 对，是 all in 了。15啊不，现在不是了，现在的 UTG 是关杀位 COA 了，已经是。现在是五人桌还是四人桌？四人桌，现在四人桌。对。我看看有没有加新的玩家进来。他刚才直接 all in 15个大吗？啊，现在是五人桌，现在是五人桌。加入了一位新玩家进来。之前几手牌都是打的。四人桌。好，我们现在看到有外送上来桌上，像他们打这种 hero， 他们所有吃的东西应该是完全都免费的。啊，对，毕竟报名费有50万港币，50万港币让你吃到饱。对，是要吃。这一场比赛你就算打两天，你要吃多少才能吃个零头出来吗？13 Thanks。 我看到刚刚上了一碗牛肉面，25个 Ebrai， 他是25个 A9O。 如果激进一点玩家在那边会 all in， 我蛮常看到有人做这种事情的。我会了，我会。25BB， 26BB。我会。啊，果然他也 all in 了。他本身也是即兴的玩家。对。这手牌在这里 all in 是非常好的。对啊。QK 就跟不了了。20多个BB。选择该牌。这个70盖牌，70桶色盖牌。那现在这个手里仔有一个啊，这个 Ace Jack 应该是一个 Open Call 的一个范围，应该会打了20000。我通常有人 limp 的话，我的 open size 大概是4个 BB， 3.5 到4个 BB， 所以通常这边我可能打20000又打24000吧。那现在对手比较少，应该打20000。啊，他直接选择 all in。这里你会选择 all in 吗？如果我觉得对手很强，像 David Peter all in， 啊，我就会 all in；David Peter limp 我就会 all in。那对手是一个比较紧弱的，我可能就会 open。我这里是要做一个 open 的，对，我 open， 因为我觉得这手牌太强了，我不想对太强把他的一些垃圾牌打走。对，反而我可能什么 JQ 啊，对，我还是希望跟他游戏一些 Broadway， 我可能还是比较倾向 all in 比较 AJ 有点真的有点大 ，AJ 有点太大了，我甚至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如果我贪心一点的话，我会做一个小的 race 啊哈，把他圈进来，对，然后再跟他打翻后。如果不贪心的话，可能做一个 open，看看他会不会再打回来。打回来我一定是秒 call。对啊，对啊，太强了吧？对，太强了。好，我们的 Ivan 在 low jack 选择 open， 那现在 UTG 就是我们所谓的，哦没有，是 high jack， 六人桌的 UTG 才是 low jack， 这边是 high jack。
我觉得四五杂色应该是我盲注抵抗最小的牌了，四六杂色我都不会跟。我在他这个现在是二十个 BB 是吗？是啊，二十个 BB， 看情况吧。面对一些激进对手，我是不会去防守的。对啊，牌太小了。到五人桌之后，这个游戏变得稍微的常规了一点，因为我们经常没办法很多的游戏四人的短桌，对于很多玩家都是一个考验。好，我们这边选择了十五 BB 的直接 all in， 哇啊，收一张，撞到了被主导的一手 top range， 刚刚在直播间有人说 Soiza 是天选之子，刚讲完马上拿到了个 S King。好嘞，他选择隔离。哎呦，好像有点牌哦。哦，勾勾好大。勾勾闪不掉喽！啊，这里二十个 BB 勾勾应该还是会进去吧？三十个 BB 都会进去了，这还是会进去，即使前面已经有两家玩家。啊，果然他 call 了。Good luck, guys。对，何况在他前置位是一个 Soiza 的chip leader 的隔离，对一个隔离 all in， 这里勾勾赢面非常的大。对啊。勾勾这边太强了，对，下马，顶住 ，OK， 靠，顶住。这是一个三加 all in 的底池。来，刚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oiza 到底是真的天选之子嘞？看一下，这是不是一张 A 的游戏？一张 K 也赢，而且这 three way 的 all in， 如果 Soiza 这把赢了，就是变应该变超级的全力的。How many players？ 看 flop， 四六六。我们的勾勾暂时领先，对勾勾目前是非常领先，已经对两位玩家。Oh, River，Soiza 真的是哇，太强了。对，因为这里有两张 K 在玩家手上，那么出 A 的概率、出 K 的概率是比较小了。我们那个福建话、台湾台语有一句话叫“怕等秋谷颠倒用”，就是打断手骨颠倒用。那所以在手的这一段就应该要赢了。打断手骨颠倒用，打断手骨颠倒用，有点厉害哦。对啊，如果这个 double kill， 对 double kill， 那现在的情况是，直接直播桌是只剩下三位玩家，应该会再从下面拆人上过来。对，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 chip leader 是 Michel Soiza， 然后拥有222个大盲，哇，非常的深筹码，133万的积分牌。我们的 Robert Flink 是拥有157个大盲，941000。The Ivan Liu 有。20万筹码，33 BB。我的盲注依然是3600，前注6000 BBNT。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传奇扑克2019年济州岛超高买入豪客赛第三场比赛，50万港币买入的长牌 No Limit Hold'em。我们的赛事举办地点是在济州岛的神话世界度假村蓝顶娱乐场。
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阿童和我身边的大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济州岛的美丽风光，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这里 Megita 还是拿到了一首 Second Nuts， 应该会选择一个激进的 All In， 留下比他差的成牌，然后去 move 掉对手一些买牌的权益。底池已经膨胀到215万，不知道 Mikita 这边 all in Norman 会不会跟？赔率八，跟不了了，跟不了了，对，应该跟不太了，因为只剩一张了。但如果 turn 上被他买中顺子，那就很，就对他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他这里的一个两条街的下注，在 turn 上的下注是有点危险。对啊，我们应该也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看法是一致，我觉得 Roman 应该是盖牌，对，就看一下。果然 all in 了。Steven 就是他的一个比较难的决定，因为他的 SPR 就是他的筹码跟底池比将近是1:1啊。对，那他又是个三条，然后 Mikita 又埋伏的还不错，在三人 three way 的状况之下，在没位置的状况只选择依然选择 check call flop， 所以。有点难闪，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啊。对，这里是非常尴尬，他的筹码是被 Mikita cover 了，一手 set 六。再加上这一把又是零跑，所以他又觉得对手可能也没有 KK。对，所以变成是说，那觉得应该只输一个 QQ 了，结果真的是一个 QQ。对，而且他可能还赢一些非常激进的勾十。勾十，对啊。他很冒险，他很冒险。底 set 在短牌里面并不是这么强大，在长牌里面，很难盖啊。是啊。对，但在短牌里面，我觉得还可以，还好。嗯，重点是对手又不是一个。不会打牌的对手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对，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做太多犯傻的事情。对，而且又是 three way， 对，这个六六如果盖掉就真的厉害，可是我觉得蛮难的。是，因为我觉得 Mikita 假设他有两对，他甚至有可能会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蛮艰难的。对，可以圈两对，对啊，只有可以圈两对。对啊，还是要去啊。他在成牌里面只能赢 King Queen， 是啊，剩下4% ，one out，one out。那 Mikita 看到对手是三条六，也是非常的舒服，最开心的。对，因为是整副牌跟他打光的 range 里面最差的一手牌。对，最美哦！哇哇哇！这哦，这是
一首幸运之神的眷顾啊！我这是解说了两天比赛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 baby， 对，这么大的 bad beat， 这种真的算是很难很难碰到。Yeah. 首先 set over set 已经够难，对，你还要底赛的再超车回来 ，one out， 就一个 out， 就一张出牌直接超车。这有点惨、啊，脸都红了。对 ，believing didn't seem important. 我现在深深的能感受到 Migita 现在的心情。而且又是在 final table 遇到。对，在两。可以看到，即使是像 Migita 这样的世界顶级牌手，依然是受到了刚刚上面一手牌这样子的影响。他的表情略显落寞。哎呀，是啊，这很惨啊。对，每一次你 set over set 对方，结果却被对方四条反超，都非常的难受。啊，这里拿手对八做了一个加注。好，我们的 Jason Kun 拿到了 Pocket Kings。我第一次看国外玩家的网络的影片，就 Running Ones 第一次看的影片，就看 Jason Kun 影片。哦，是吗？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他口音有一点奇怪，他是真的美国人吗？还是我看他现在是美国国籍没有错，可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你知道牌手的国籍是经常是多变的，由于税收的关系、税率的关系。大家都说那个 poker player 职业选手最好的国籍就是英国啊，对，英国去参加 WSOP 是不用缴税的。是啊，特别是像去 WSOP 这样的比赛啊、我们中国人过去是要交30%的税。哦，是啊，是非常的重。可是其实你透过一些方法，还有退税干嘛，其实是可以逐年慢慢拿回来。像我们台湾的玩家，小 P 陈彦翰，他也是拿了大概一半的回来左右。好，我们这一把看到88对 KK 的 All In。And one time. 我们来看 flop. OK， 那基本是 join dead. I fold king ten. I fold king ten. I didn't want to do it to him. 0.2%. Queen queen. OK. GG. 啊，那我们的 Fetch 203 Migita 是被淘汰出局，在遭遇了一手 one out 的 bad beat 之后。止步第七名，奖金是165万港币。啊，可以看到啊，他现在看那个屏幕。我们之前的第八名，反牌的话，你对抗一个玩家还 OK，但是你对抗两个玩家，如果你用 Pocket Ace 在一个多人底池游戏，反而未必是那么 OK 了。是啊。对，你的赢面不显得长牌那么大。All in 啊，果然他选择 All in， 还是要选择隔离一下。对 ，Fold。这个像如果在长牌里面啊，你可能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可能会选择，慢打，用跟的，让希望后面有一些比较弱的牌可以推出。对，像如果是线下比赛，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要在这边抓耳挠腮，演半天，然后可能要被人家 call time， 然后再好 call。这是一些线下的小的细节啊，这手牌那是没有办法了，两手 top range 的 cooler 对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倡在比赛的前期积累大量的筹码，因为在这种时候，你撞到 cooler 的时候，你的筹码就会为你带来很多的机会。是啊，因为就是其实就用筹码很多啊 ，trip leader 其实我觉得就只是多几条命，对，多几条命。对，转牌的一张方片十位，他带来了4张 gold out。
啊，并没有发出来。那么我们的常文愣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六名，被淘汰出局。他的奖金是拿到了207万5000的港币。天选啊！天哪！啊，再一次检查自己的手牌。就如果我是他的对手，我会忍不住要掀台子，搞什么？让不让人玩了？继续选择 limp， 对，打一下后面有没有看没有？啊，那这样子的话，庄位的哈利波特可能要，有可能会出来送头喽。对，可能要做 squeeze 了这里。对，因为他这个 all in 可以抢下将近30万的筹码，将近他的十分之一。那 Devon 又是一个 chip leader， 所以他 limp 更多的 range，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他一个 all in 的机会，我觉得这里如果是我的话，我已经 all in 了。对，啊哦 ，GG，GG， 可是你看这 aces 跟 ace ten 是将近什么？是82开吗？打 A 十打 aces 应该是73开，有到73那么多？对，有到73，因为 AA 最高也只能赢73%了。我以为是什么25之类的，没有82开，没有82开，啊，是接近25多一点，他的盈率25多一点，但是没有到像长牌里面82开这样子，因为长牌里面长牌 AA 对 AS 基本上就是95对5%，对对。啊，看来 AS 很有可能在 turn 就要做 in 对了。目前还很没有希望哦啊，只有三张，只有三张勾，因为梅花勾是没有用，梅花勾也是对手的花的出牌。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香港玩家是直接哦，好了，发了张花，直接把。Hexam 也淘汰出局，他今天的牌路是真的非常的可怕。是啊，太厉害了。好，我们的 Hexam 是谁？啊 ，call。他先把牌拿起来看一下，叹了口气。This is my shin。我在 live 看过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每次那种 AA 啊干嘛有点 slow 的状态，每次都没超车。对，当然这个也是什么宿命论嘛。对，这个也不算 slow， 他就是确认一下自己手牌。搞什么啊？这个这太旺，这太扯了这个。哦，2 outs 变成6 outs， 35%的胜率。对，那在短牌的时候，前面阿童应该有跟大家聊到吧？因为短牌的一张的几率大概是3%，对，长牌是一张2%嘛。二四法则变成三六法则。对，好，没有改变任何。最后六张牌有没有机会呢？看看能不能顶住。好，喝一口绿茶。他现在在笑，你有很好的预感吗？哦，没有。GG。哇，这个 hands up 应该是一个3-1的筹码。对，那我们同时，虽然被淘汰，也恭喜我们来自法国的 Romain。Romain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三名，应该是可以拿到。哦，因为下就是一个。Q 八又是同花，那我觉得是一个150万不到9个千注，他自己都放了一个补啊补8个，哇，他有300个千注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有机会跟注的。嗯，那这边 Devan 他问了一下你筹码是多少，他会算一下。1.5，150万。1.5，1.5。
然后他有2000万，然后已经丢了16万。他会考虑一下，对方也是打得比较紧的一位玩家。是。那这还会让 Devan 弃牌吗？这边是我肯定上了。哇，这么保守。果然可能是我们那个短牌的涉略不深啊，所以有可能比较不来了解他们的想法。那我觉得第一本也算是小心。第一本是小心，但是呢，我知道 Jetton 他是对短牌不是很熟悉啊哈，他有可能就是他这回有可能，那因为 A 勾在一个玩家可以这样反击的情况下，会感觉真的不大了。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勾十。在发牌后发挥能力是很强的，对啊对啊，所以 Devan Tan 他有可能会考虑在发牌前跟对方全压 all in。对，而且他又没有位置，更有 all in 对他来说会让这游戏变比较简单。那现在对手也投入了，我目前还没有显示出他 raise 了多少，可是应该总共是20个底注，他 all 加注大概可能加注4到5个吧。那这里他确实果然 all in 了，推了 all in。那 AJ 应该是秒跟的啦，这边如果他刚刚 K 七就开始 ，AJ 应该是秒跟。这个 AJ 要跟的啦。那 Jetton 他已经这牌来了来了来了，要跟他也要考虑到这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单挑，而不是整桌坐满的玩家。刚刚那个 Devan 是他领先 King Queen 的时候输给对方的 King Ten。那这把会不会逆转回来呢？把 EV 还回来。那你们大家看这屏幕上显示，就算 A 勾 dominate 勾十，盈利也只是57-49。然后他们平分的是6%。嗯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勾十有多么厉害。真的是太厉害，特别是被 dominate 还那么强。对，特别是在可以买花的情况下。哦，那说到这勾十有多厉害，我们看见翻牌马上给 Devan Tan 双头顺，买双头顺的机会，那他还有40%的盈利。而且如果来一个 Bado Flush 就更多了，上面来一张梅花的话，哦，有点像，有点像九。转牌是个八，现在 Jetton 暂时。还是没有危险。哦，在现在欢迎我们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那我们在场上一样是一个五人桌。好，欢迎回来，继续由我和大亨为大家带来传奇扑克的解说。哇，又是一个超级的酷热 ，David Peters， 一个 S10 在 Cut of Open， 这个算是一个在这边蛮强的 range， 和小芒跟大芒的两个人都是 top range。对，目前芒注已经来到了48000，那么，他下注了75000，那么应该是直接把自己打套池了。对啊，已经打了自己三分之一出来。对。这里刚刚拆到直播桌的玩家，这戴维斯直接 all in， 那这只应该也是秒跟了，对，
那这里勾勾应该是一个秒 call。对啊。他现在思考对手的范围。他已经把自己打套死了，他总共只有21万的筹码，你打出75000，现在里面就293000，后手剩125000。对。不过他应该也是蛮不舒服的啦，因为毕竟在这种状况之下，对，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没有过多思考的一个 spat。嗯。All in。他现在有可能在想，就是因为这边他自己都已经套死，对手还敢这样推出来，对手对一定是牌很大。对。对而且有可能这个对手他们两个之间可能在今天或者之前过去的对抗中他们有互相解读，对彼此的形象有所了解，他现在正在思考这一点。如果我是 Davis 的话，我应该就会推5%的牌，所以这个 QQ 就太大，我可能 S Queen 都会推了。对， S Queen 也是推了。对啊， S Queen 也是蛮大的。他这里勾勾是会可能会看到对手的范围里面的一些 S King 和 S Queen。对啊，就是他，对，就是希望看到 Flip 啦，不然就基本上都是落后的。但还有一手试试。对，试试有可能。对，试试在这里也是可以。99，如果激进一点，搞不好99。对。99的概率稍低了一点，但是实时是完全存在于这个范围里面的。对。他在这手牌用到了3个。加10牌，哇！这把如果我是大，他选择 call， 如果拿一个88就蛮尴尬的。对，他是选择 call， 好，小了一个。对，那这里圈圈看到对方是勾勾的时候是非常的开心的。啊对啊，对，他倒反而会更怕对手是 A 勾这种牌。3、4、5，目前来看并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什么 battle trade 的机会。对，现在有个 battle trap 的机会，那 David Peters 的 S10 应该是就赢了。好，什么都没有发出来。那么勾勾是，看一下勾勾是否还有剩余。好像是还有了8000的积分牌，他现在是小盲位置。那么这样的话，他还有一整整一圈的牌可以看。哇哦！哇，这应该是这里 show stake all in， 然后我们应该是收一扎 open call all in。啊，我们要收一扎130万的筹码。对。啊，剩余一个大毛，一 BB。对。One chip, one chip。即使只剩下一个 BB， 也是有夺冠的可能性。对，这一次前几个月小 P 在一个 High Roller 的一个比赛，就是用了一个大盲打到了冠军。哦，是吗？对，非常的厉害。所以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积分牌，对啊，放弃自己的锦标赛生命。不要想说，哎呀，剩下3、4个大盲，然后 UTG 不看牌就直接 all in 了。其实还有救的啦。对，还是有救的。对啊，不然还是有救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桌子上拥有很多的熟悉的脸孔。我应该看到了 GTL。Podolski。A6，选择。剩下一个大盲啊，好像不是，只剩下只能 all in 了。好，现在有32000底池。那他这个一个 BB 能不能变成4个 BB？ 哎呦，看来有机会哦。他目前击中了顶对。在庄位拿到了 A6， 实在是有点，在这个 BB 量已经是 Nuts 中的 Nuts， 太大了。对，哇，哇，对手只剩下4张 K。哇，
two pairs 还没有办法赢。那这里小盲位 check 之后 ，BB 位应该还会做一些价值下注。对，应该下个一万六，下一个 value bet 的注码。对，那这里 go high 是肯定不会抓的。他自信的秀出两对，但可能会看到，哎，对手是 A 六，啊，可爱的抓了抓自己的脸。好，四倍满，对，有机会了。不过如果我在这里拿到了 A 六，我是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嗯，对。没有想到庄位玩家的小短码可以拿到更好的 2K。对啊。Podolski 上次也是有来参加 Triton 的比赛。我们的 Bangkok 现在是拥有161个大盲，1285000的积分牌，非常的多。哦，他跟那个另外一桌的 Michael Soiza 是差不多，差不多。You'd have hit the straight, right? Anyway. Yeah, I don't think I think the same thing would happen, and I would have made it straight, so. Oh, 这个七八同花好像又是个机会了。对，又是一手很棒的牌。对啊，他就只有四个大盲。对，并且已经在 CO 位了。哎。好，他选择放弃。因为他目前还是在很后面的位置，他可以再等一下。对，他可以还等一些压制的牌。这把推出去就被 A 七哥啊 A 七接了。可是我可能还是推，我可能就沉不住气了。对，七八同花。对，可以看到在这张直播之上，玩家打得非常的谨慎。他的耐心真的是非常的好。对，虽然只剩下四个 BB，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这样子一手不错的牌也忍得住，可以看到他的坚韧为他带来了好的结果，因为后面可以看到一手是把他主导的 A 七。我们 David Peters 是34个大盲，对，逃过一劫，刚刚的。OK， I see。Dixon 有七七，选择直接 all in， 大概是16个大盲左右。这也算蛮标准的了，就是避免让人家跟下来。哇，我们的 Bangkok 有一个 Pocket Kings， 特别大。这边八二开的对决，你有没有觉得，Dixon 是长得有点像 Tutela， 是吗？戴上眼镜之后，我刚刚在远远的看一眼之后有点认错。我们可以看到 KK 对上了七七，那这个 flop 对他来说是非常安全的。Who's call？ 哦，他以为没有人跟着，他没看到有人拿 KK。哦 ，the commentator， drama， it's for the commentator。Boom， boom， 啊，一张黑桃六，那么什么都没有发出来。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啊，他的包还是非常有个性。好，我们现在镜头带回来另外一桌。对，我们在右下角可以看到，本场比赛还剩下39名玩家，目前的盲注级别是4800。没看到翻牌的动作，可是感觉应该是六六选择一个 slow play 没有打。